盘金绣，这个厉害，它是跟那个厉害了，有金线跟银线两种。金线跟银线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啦，因为一种金线它不能够完全表现它的感觉，它就是里面的捆绑线，我们要用各种线给它立体感强调出来。这个层次厉害，这个完全是凹凸版。对，这个是里面有了填充物，就是凹凸明显，更加突出它的这个贵气感，立体感更足了。我们一般这种新年挂裙，它的寓意都是非常好的。龙凤牡丹，袖子上的凤凰也与衣服相呼应，双袖设计显得新娘更加端庄。因为外面看多了那种手推袖，就一般的绣法，那这种的话给人的视觉感受，就那个视觉冲击力就很大。它虽然这个里面90%用其他呛了一点绿色跟粉色，对，它就是那种彩金的感觉。关注小编，带您找到最适合的款式。